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影视行业大出圈，热度人气不一般，人气不输小鲜肉，拥有粉丝一大溜，拥有粉丝一大群，赫赫有名影视人。张学友、张涵予、西征黄渤、张嘉译，还有靳东、孙红雷，大叔级别有作为。出圈男人不一般，我把姜文说一番，男人中间的男神，大叔级别的姜文，狂野之中带柔情，听我给您说分明。拍摄有质感电影，好看好记又好懂，精湛演技也爆棚，气场强大难形容，魅力十足的大叔，流量无法来预估，影视圈里的老大，被人去称为西霸。姜文演技不一般，被贴很多的标签，非常具有女人缘，听我接着给您谈，细数姜文的情史，简单叙述点到止。姜文初次恋情定，圈内大姐刘晓庆，相差七岁姐弟恋，冥冥之中真爱见，冥冥之中有真爱，感情真实的存在。两人相处了六年，最终分手断情缘，这段恋情画句号，具体缘由天知道，两人分手成朋友，相互扶持就足够。二人女友叫宁静，相互欣赏后心动，因为拍电影结缘，曾经无话都不谈，两人相互有好感，刚刚暧昧就反转。宁静对姜文欣赏，因为姜文才气广，很有才华，很优秀，对待感情很深厚，两人感情虽然深，姜文却突然结婚。首任妻子桑德林，她是一个法国人，跨国相恋整十年，友情千里结姻缘，两人结婚入洞房，生个女儿江一郎。两人结婚有十年，每天柴米酱醋盐，感情慢慢被掩埋，争吵大闹随之来，忘掉当初的甜美，最终以离婚收尾，已经十年跨国恋，最终分手说再见。现任妻子叫周韵，两人结婚有缘分，金腿有度很纯真，能够留住姜文心，这个女人不一般，能把浪子花心酸。夫妻二人很恩爱，娱乐圈里做表率，周韵对姜文敬仰，满满爱意和欣赏，两人感情很和睦，引来众人的关注，各种感情成过去，有缘的人终相遇，希望多拍好电影，成为亮丽的风景，那个的风景。作为爆料，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翻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翻页作品都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